一下，太突然了。家的意义吗？对啊，可以说我想回家，这样就好了。家的感觉哦，嗯，应该就是一个后盾吧，这样。嗯，想到家应该就想到温暖的床吧。家是一个可以很放松的地方，就是一种归自己的归属吧，是一个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会想要回去的地方。